马鞍山中心属于区内老牌屋苑，租售价格都平过新港城，有一班固定客捧场，物业收租回报都好稳定，所以好多业主都唔愿卖个单位噶。呢个款尺租唔使21蚊，好多都系原装用料，好似方格有木地板已经好少见，灰色地脚线都好怀旧。最有特色嘅系呢个走廊拱门，十足那些年嘅日子。旧阵时啲嘢都有好处，好似睡房就有7尺乘7尺，楼底唔算矮，做吊柜都唔够有压迫感。大房仲有两只窗，光猛又通爽，仲有个好深嘅衣柜凹位，太太个衣柜都放得落。浴室设备都好新净，系款式旧咗啲啫。厨房就特别光鲜，地方又够大，观感唔错。单位向东南，远山景都几开扬噶。而前面西沙路车声亦唔系太嘈。